来南京就干一件事儿，上厕所。先上八楼，去个500万的厕所，简约风格。洗漱台，这上面还有个屏幕。马桶不是智能的。这是6楼，800万的，主打森林系。舒适的沙发座椅，空气特别清新。这个门都是木门的，全都是智能马桶。这是2楼，1200万的，主打质感风。上面镜子反光，两边有个座位，还有音响。这有一个花池。进来之后，智能汽车按摩椅，感应出水。看这个玻璃，空间很大，摄影师都来厕所直播了。最后看一下3楼，2000万的夜店风，就像来到了酒吧，玻璃有科幻的感觉。休息室就像一个吧台。超级智能马桶，各种按键，强力除臭。上完了，洗个手，再看看母婴室。这里更像是一个化妆间，大镜子、梳妆台、按摩椅，还有空气的净化器，婴儿室，一应俱全。然后再给手机充个电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这一趟厕所来得值了。